本人张丽丽，嫁于本地富商，奈何丈夫不孕，希望你能帮帮我。什么意思？我想要个孩子，只要你圆了我做母亲的梦，重金酬谢500万元。多少钱？500万。哎呦我的妈！韩点戏精接听诈骗电话名场面。楚先生吗？我们是公安局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们发现了。啊，楚先生，我们发现你的账户。闭嘴！没错，钱是我拿的，人是我杀的，来抓我呀！来抓我呀！楚先生，您冷静。给我耍花招！耍花招是吧？耍花招来！楚先生，您冷静点。是吗？要不要再来一个？先生您好，90到120平的高层公寓需要了解一下吗 ？I'm sorry.I don'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老外啊，house, house, by house 吗？何を言っているのか本当にわかりません。哎，你好 ，no Japanese, 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 ，Chinese。만약내가다시나에게전화를한다면나는경찰에신고할것이다。哎，不对呀，你怎么会这么多语言呢？你是不是在逗我玩呢？Я не хочу говорить с тобой,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напрасно тратит мое время. 得 ,hello, 咱还是聊英文 ,English talking, 好不好 ?Je t'ai prévenu la dernière fois, ne m'appelle plus, si je me le donne, j'appellerai la police et l'entendrai. 你是不是在骂我呀你说这么一大串你是不是在骂人呀你我顶你个肺破坏。喂什么舞？民族舞，500块一段哦。这么贵？不穿衣服的那种哟。滚！大家伙注意了，这明显是个诈骗电话。老妹儿啊，你这不穿衣服，我哪知道是哪个民族的呀？老妹儿啊，你等会儿啊。等会我接个电话。喂，你好。您好，请问您是田女士吗？对，我是。我们查到你的账户有大批资金流动，疑似非法洗钱活动，需要您配合我们调查一下。这么快就找到我了？田女士，我现在是很严肃的在跟你讲。不好意思，刚刚是我的女儿，你们要她干什么来着？哎，田女士，现在需要你提供你的银行账号和密码。喂喂，田女士。啊，被你听到了。没关系，不过你跑到哪儿，我都能抓到你。在外边呢，你晚点再骗我不行吗？当事人，我有群提示你，你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不是我晚期了，咋的还不多了？你们这骗子能不能有点职业操守啊？当事人，你恶意拖欠2650元，一审被我院依法判处死刑，我愿意予以执行。你不要抱以侥幸心理，我们的武装直升机已经保养完毕。如果你还想以身试法，拒不配合，我们今晚就会出动武装直升机，以轰炸的方式对你执行死刑。我老害怕了，真的，我可困难了，你别打我了呗，我还是学生。你就是畜生也不行。我告诉你，我在外头，你小点声啊，别骂人。你还款我就小点声。不是我也不欠你们钱呢，我还你啥呀？你磨着了。我这边听不太清，你是开免提了吗？我开免提呢，这个能听着的。不是，你们喊啥？挂。我的老家回不去啊，老师。土匪，你家在哪儿啊？山东。哪儿？山东，不能跟我闲。两皮，两，我的宝贝。同学，你别跟我开玩笑，你真想聊点什么吗？萌，我会奶奶，什么是买我的家长费，萌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你能有点正形吗？我没正形啊。
我你走吗？啊，那我走。嗯，那我走。我你走吗？姐，你这样子走了，你四年大学就白上了。你这传统。我不上了，不念了。不念你干嘛去呀？回家卖柿子。卖柿子？卖什么柿子？就那种。绿色色的，色绿绿的，是甜是脆的，挺好吃。我最喜欢吃这样吃，这柿子最好吃。老师，我到时候去烤地瓜去。烤地瓜。对，烤地瓜，烤地瓜。他考上了清华，你考上了北大，我考上了地瓜，烤地瓜，烤地瓜，香甜酥。姓什么？我姓滕。滕妹是吧？你这里有一张传票。不是不是，我姓滕，那跟我没关系。你联系那个程先生吧。我说的就是你，滕先生，你有一张传票。嗯，我家这边没有传呢，也。是法院的传票。不是，我坐107路就到法院了，不用坐船。我跟您说一下，这个不是交通工具的传票，是法院的。不是啥院的，我晕船，坐不了船，知道吗？法院的传票，如果你还在胡闹，后果非常严重。那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传票到底是啥呀？我真没听懂。传票就是法院给您下达的通知，你被起诉了，明白吗？一份书面通知。哦 ，no no， 不买，谢谢。这不是你买不买的问题，你明白吗？咋的呀？那不买你还不让。